这就是熊猫村了，好热闹啊。银河盗猎团真的会来这里吗？你看啊，当年外星人进攻神奇星时，有一位熊猫大仙用他研制的神药救了很多居民。虽然熊猫大仙失踪了，但是神药很可能留在了熊猫村。据我推断，银河盗猎团一定会来找神药，熊猫族群有危险，那得赶紧提醒他们。可这哪有熊猫啊？你好，请问。欢迎你们呀，朋友。要照相吗？要购物吗？要导游吗？我是熊猫村金牌羊导游，包你满意。我们不是游客。我是侦探卡卡，我们有重要任务。没错，有关外星人和熊猫大仙的神药。那你们更得去熊猫大仙的云顶仙宫了。仙宫一日游，今天8折哦。这个不需要。你能找到熊猫族群吗？能。有熊猫诊所一日游，诊所的萌萌医生医术高明，我带你们去的话。不用麻烦了，我们自己去吧。还有很多好玩的呢。我一定要挂萌萌医生的号。我也是。不好意思啊，萌萌医生的号都挂满了。我们不是来看病的，我是侦探卡卡，有重要的消息来告诉你们，熊猫族群有危险。外星人正往这来，要抢走熊猫大仙的神药。看来是得了幻想症了。这类患者通常都说自己没病。我们是没病啊。他们还会说自己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们说的也是真的。病得不轻。要怎么才相信啊？没错，我们有病。卡卡，你干什么？现在没法说服他们，先想办法见到那个萌萌医生。哎呀，赶紧让萌萌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吧。他出诊还没回来呢。我先看看吧。食疗是最好的治疗，这是我特制的酸甜苦辣竹子膏，能让人精神百倍，试试吧。好辣呀！好辣，真过瘾！是不是觉得精神多了？我还想吃。我不要了。这个更有效，相信我。好苦啊！感觉怎么样？更难受了。看来要再去采点新草药。你去吧，我照顾他们。要不要试试我的运动疗法？吃饱了是正好活动活动，走吧。这就是我设计的运动治疗训练场了。这是弹力吊环，锻炼臂力和协调性。这是超重沙包，训练力量和爆发力。这是智能跑步机，能自动调速，还能训练反应能力。真有趣，我试试。太慢了，加快点。五倍速，七倍速，十倍速。28秒就完成了，真厉害！那当然，我可是舞者。到你了。我感觉好多了。不用了。如果你没事儿，就不用捡萌萌了吧。别，我还是试试吧。等等，还是十倍速度。快醒醒！太好了，你醒了。谢谢，你是萌萌医生吗？是啊，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一定要小心银河盗猎团。我相信你们，可是该怎么防备外星人呢？我找到新草药了，你们看。
错，那是盗猎团的飞船。帅帅，小心后面！快跑！什么？快离开那儿！哎呦，好疼啊！怎么没信号了？摔坏了！终于找到了熊猫一族。又胖又笨的，抓他太容易了。千万不能小看他，其实身手灵活，狡猾多变。不是吧，他很憨厚啊，很可爱呀，一点都不像你说的。那是他的伪装假象。反正待会儿我们从后面偷袭，绝对不能让他发现。是。肚子不许叫。我饿还不行啊。来了。没想到这儿有甜花菜，我就不信打不中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熬汤一定很香。看你往哪儿躲！哎呀！队长，你说的对，熊猫真的是很可怕的生物。又闷又热，我要先去补妆了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脚崴了。我给你涂点膏药吧。哎呀，好疼啊！我控制不了啊。真没用，不管了，上。老爸，这个给你吃。真好吃。队长，给我留点儿。不用抢，我可以给你们做饭，来个香菇汤、甜菜饼、果子糕，听起来好好吃啊。帅帅，这里就是帅帅最后通话的地方了。帅帅很可能被银河盗猎团抓走了。看那边有烟。要营养均衡，身体才会好。我可是医生。你知道熊猫大仙吗？熊猫大仙。帅帅，我们来救你了。这是野餐。大家都来了，一起吃吧。帅帅快跑，他们是外星人来抓你的。有我们银河盗猎团711小队在，谁也别想带走他。他做菜好好吃。他必须留下来给我当四人厨师。你俩去赶走他们。不要，我还要吃。你是队长，你去。那猜拳，谁输了谁去。给我留点儿。快，趁现在把帅帅救出来。你还没把他们赶走啊？再来猜拳，剪刀石头布。为什么又是我？不可惜。小心！停去！真是的，又是这个泡泡。怎么办？最后一块果子糕快被吃掉了。
你们太过分了！这回没人来抢了，都是我的。我的果子糕、甜菜饼。还给我！这还有帅帅做的点心，可好吃了。我要吃，我要吃！快走！好辣呀！好苦啊！好酸呐！帅帅，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受伤了，这！谢谢大家救了我，这是我做的点心，尽管吃吧。真好吃，真不错。不错哥哥，这是专门给你做的，听说你很喜欢。太谢谢你了，帅帅。哎，甜酸苦辣竹子糕，出油了。